是为什么处死屠村？各位长老，我们这两个都是英雄好汉，岂能由这两个小贼猖狂？对，放心，这两个小队武功再高，他也抵不过咱们人多。我们用车轮术困死他们，困死他们！不，车轮阵！你坐在我身上，我背你下去。行不通的，他们会投大石块，我们还是死路一条。那我就跟他们拼了。不行，你忘了师父吗？他们都是师父的好兄弟，我们怎么能杀他们呢？可是我不甘心。我能跟你死在一块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忘了我曾经说过吗？一起生，一起死。当我紧握的手，我却。